台北旅展了，国际旅展可以讲说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旅展，它也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旅展，所以在人潮可以讲说一年比一年的汹涌，而且特别多。当然在所有台湾的这个饭店的休闲业者也好， City Hotel 也好，也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做一个行销。当然相信在这一次的这个旅展来讲，每一年越来越盛大，当然大家在整个的业者参加了意愿特别大的情况之下，相对的在这个行销方面也是做得越来越好。我们这次四家我们方城温泉度假村呢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大，我们的营业面积有五甲，那所有的这个营业单位呢最起码都有500平以上，所以在整个的休闲方面各方面来讲，它的活动性比较强啊，比较强。一全球旅游网站。